你受伤了，这儿我给你收。你不想死的话，就跟我走。什么事？小 B 是来给参赛者送水果的，给我吧。他受伤了，很好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楠楠，帮我把金疮药拿来。哦。这不是那个采花大盗的笛子吗？是你，好你个登徒子，很好，那现在本姑娘就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我还没问责你擅闯我房间打扰我沐浴，你倒恶人先告状了。白衣柳叶临风笛，多情公子夜扁舟。我没话可说了吧？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好你个贼心不死的淫贼！放弃吧，你不是我对手。是吗？要脸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放手！你中了大百合的毒却没晕？因为我把折扇里的毒粉药粉通通都给小叶了。你为什么给他？我收了小叶为徒，当师傅的总要在徒弟面前露两手吧。在为师正式收你之前，我这里有约法三章。
你得保证为师永远有鸡腿吃。好说。第二，你得时刻保护我周全，不离不弃。好。这第三，算了，还是想到再说。我听话本上说，拜师时徒弟为了表达诚意，还要给师父磕个响头，是不是啊？逆徒，徒儿，为师这腿怕是已经断了。你居然收了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徒弟啊！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心，但是小叶给我吃给我住，这徒弟多好啊！楠楠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姐姐，同门师姐。我倒是不知，鬼医竟然还有这样的徒弟。厚颜无耻！这淫贼明明设好圈套，一步步引我深入，现在却在这里装傻充愣，这定是他勾引女子的手段。若非顾及楠楠，我定要好好惩治他一番。别跟他废话，走，跟我回家。不行，我还要拿第一呢。我告诉你，跟这种人做队友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拿到第一，听到没有？走。他和我缔结契约在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带他走。好了，现在我可以带他走。我听说伏龙客栈的金掌柜做香酥鸡是一绝，我可以让人去尝尝看。琉璃金盆洗手许久，不能因我再卷入江湖纷争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参加医仙大会。看来今夜无法离开药王岛，不如暂且应了他，再找机会为天下女子除了这个祸害。好。哦，现在倒是对我如此信任了。咱们队友嘛，互相信任是应该的呀。这样，我给你画一幅云山雪莲图。好了。云山雪莲不会就长这样吧？要不然你跟他一块下去，看他是不是长这样啊？哦，不，我只是看。我们还没。
这个，我先替你保管。姓叶的真是狡诈啊！玉清呢？楠楠，楠楠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楠楠听不见的。姓叶的你，看什么看啊？你是不是故意拿走我的匕首，又拖延时间让我下来啊？哎，你真是信口雌黄，说变就变呀！刚才是谁说很信任我来着？我那是被你那伪君子的嘴脸所迷惑，好吧？快放下，赶紧的！怎么，想用苦肉计来博取同情？本姑娘可不吃这一套。叶公子，刚刚多有得罪，这样吧，我把你骨头接上，算是赔罪了。嗯，放心，我玉清落手法快准稳，绝对不会疼的。嗯，不要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特别擅长接骨，特别是你这种贱骨头。你不是说不疼吗？不疼，没事儿，你忍一下就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小叶、娘亲，你们千万要撑住啊！一定等我回来救你们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上每一节都活动自如，身体更加灵活了呢？好，这份接骨之情，在下没齿难忘。承让，承让。娘亲，娘亲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幸好楠楠机智，前来报信。可惜啊，我来晚了一步。我不喜欢别人摸我的头。怎么跟人说话？朵儿，我们走。小孩不懂事儿。没关系。难道你就不怕我下手重了？还能比接骨重吗？没想到这九节鞭竟如此厉害，若不是他为我挡着一下的话，怎么？我不是你想反悔，你可别忘了，契约还在我手上。怎么会呢？本姑娘当然要好好治一治你。淫贼！继续装，你不是能忍吗？那麻沸散就不必了。
叫啊，又没有人笑话你。这点小疼痛，与我让！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？墨玄姐姐，你看到我娘亲了吗？居然背着我传授小叶医学绝招，实在太过分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叶兄，我刚刚好像不小心把破相散混入这药丸里了。非常抱歉，你明明就是故意的。是又怎么样？你救我一命，我给你治病，互不相欠。再说了，这破相散不会危及你性命。不过，你要是答应我，不再祸害姑娘，改邪归正，我就可以把解药和雪莲丹给你送上。否则的话，怎么？否则毒发之后，你就会整个脸肿成猪头，再也不能用这副皮囊祸害女子。多虑了，我绝不会祸害其他的姑娘。真的？要祸害我也祸害你。滚！死性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若不怕肿成猪头，你就给我试试，告辞。等等。我可没允许你离开。行，你就不怕破相散将你毁容？你舍得吗？你行。你放弃吧，一枚小小的毒针可伤不了。我不是用来伤害你的，我是要伤害我自己。卑鄙！你笑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看什么呀？怎么了？雨青落。青落，虽然姬三娘已经落网，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在下会命吴哥保护好姑娘。多谢黎大哥的好意。黎大哥，此番前来，我是想问关于韩江雪。叶片中，你这是何意？我倒要问问黎大人，你将烛火熄灭，是否要对玉青洛做不轨之事？我和青洛只是在商谈刺客幕后主使一事，倒是叶公子你，窗窥必听，实非君子所为。当真？不然你以为呢？隐者见隐，你还真是没有辱没滥情公子这个称号。既然误会已经解开了，想必你们该聊的也聊完了，走，跟我回去制药。哎，谁要跟你回去？我还要跟黎大哥秉烛夜谈呢。你要夜谈，也只能是跟我。叶公子，青洛看起来并不想去。玉青洛是我的队友，还轮不着你来管。秦叶的，你放我下来！你为何与吕子凡如此亲近？此人城府极深，你以后离得远点。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管这么多！放手！
他要是你什么人？人家黎大哥那是正人君子，你呢？无耻淫贼！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今晚就是破相散发作之时。你再靠近我，我喊人了啊！我只是把药盒给你放过来，你在期待些什么呢？楠楠那边我已经派莫贤贴身保护，你安心制药，今夜我就守在门口。谁要你在门口守？小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好想你啊！小叶，那个拓跋血手对你师奶图谋不轨，你快帮为师好好教训他。你怎么又跟过来了？我不是把解药给你了吗？男女通吃，我是何意？黎大人不如去问问你的好手下吴哥，吴统领在药王岛处理后事。我都饿了。啊！完了。陌上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长。嗯，不曾荒凉，心意能发展。我确实幸运。你说你参加一些大会到底什么目的？哼，你是不是对我？别以为长得好看可以猥琐，小心我把你变成猪头。如今你的解药已经给我了，喝酒也喝不过我，还能怎么变？你说你怎么在梦里能这般难缠啊？看不把断绝。玉清洛，遇见你之前，我还从未醉过。陌上秋草黄，人间出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，心岂能发展？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？年轮浮
别缠着我。算你有点良心。不过徒儿，你为了师父和你师奶也算是用心良苦了。娘亲，你们继续，我先不打扰你们了哈。继续继续。玉清，哎呀，你都跟楠楠说什么了？没事儿，来，先把醒酒汤。不说是吧？那你别说了，本姑娘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，少量下的多。别点了，没用的。你有这时间，还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，一个时辰后便自然没事。如果出什么意外，可不怪我。掐住鼻子，再把气吐进去，记住了吗？看什么看？快点啊！青楼，后日月夕我们一起过如何？为了答谢你救浩然之恩，毕竟嘛，我也是个恩怨分明的人。油嘴滑舌，我答应了。娘亲，你就同意吧，我都已经答应小叶了。那你还跑来找我？因为他说一定要征求你的同意。是吗？
是。小叶，你就别掩饰了。我还听说你为了为师和你师奶准备了惊喜，也算你一片孝心。你说呢，娘亲？你呢，现在回去好好睡觉，娘亲还可以考虑考虑。好耶，我现在就去睡。娘亲，你可不许耍赖哦。好。青洛，我之前听楠楠说起过，你之前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管是你的过去还是将来，我都希望与我有关。好好休息。年轮复写了几卷，与命运无常，梦在月沉人不闻，明月思念为一人勉强，就让这。对了，小叶，我刚才没看到后面那个大侠和他的娘子怎么样了。那个大侠呀，一直想找那位姑娘解释，可是小姐呢却对他避而不见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小姐觉得那个侠客骗她在前，她的话如何能够在心呢？可是大侠他明明有苦衷啊。对呀，大侠其实也是想保护小姐的安全，避免让她牵扯进来，免得一起被坏人追杀。大侠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是啊，而且他娘子不知的是，大侠其实一直对他情根深重，跟任何事都没有关系。难道真的是我成见太深，误解了他的一片真心吗？青洛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永远不会再骗你，永远不会。青洛，这烟花声和雷声好像啊。娘亲最怕雷声了，在雷雨夜总是睡不了好觉。我即刻命人把这烟花停下。哎，不用，就是太突然了，我没事。娘亲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对啊，你看，别。太高了，我看不着，我想站在高的地方看。你知道为什么烟花太高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太矮了。现在好了吗？嗯。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。像仙女散花，第二幕好像要开始了。
我要继续去看戏喽。好，来，走喽。慢点，慢点跑啊！啊，慢点儿，看戏喽。这臭小子以前怎么没发现他那么爱看戏？只要你和楠楠喜欢，以后每年月夕节，我都让戏班子演戏给你们看。这过节就是开心啊！果然一家团圆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过去不可能有了，在将来，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吧。今年的月夕节我很开心，谢谢你。那你打算怎么谢谢我呢？那你要我怎么谢你？江雪，潘江雪，无论你有何借口，如今你背着我与外人怀下野种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今日成河，你罪有应得。你居然可以把我休了，为何要把我赶尽杀绝？我余作霖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做出主动休妻这种败坏名声、影响前途之事呢？我自然会对外宣称你韩江雪做了有辱我余家名声的不耻之事，而后羞愤自尽。反正你也要死了，我让你死个明白。其实这一切全是我暗中计划的。虽然中间出了一些小差错，但结果却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动手。是。江雪，韩江雪，你这条命可真硬。也好，今晚便是你和叶修独的死期。余作霖派来的吧？是又如何？今晚的刘丹山就是你与杨军的葬身之地。就凭你们？鬼医，快点把神农医典交出来。也许于将军看了可以对你网开一面，饶你一命。原来你们的目的是神农医典。废话少说。小心。青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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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青洛，醒醒，青洛，青洛，喂，你干嘛？什么干？
干嘛治病啊？他需要斗气才行。给他斗气必须如此。啊。好，那你教我。掐住鼻子。醒了，青洛，青洛，伤到哪儿没有？怎么了？担心了。伤到哪儿没？走吧。走。啊！痛！怎么了？脚跌落山谷的时候，好像扭伤了。我抱你。走吧。黎大人来了，说是有重要之事求见玉姑娘。让他等着。黎大人说何事？只说是为了楠楠父亲之事。我去去就回。黎大哥，这是我七年前落难时身上留下的唯一信物。本是一对，持有另一半者，很可能便是楠楠的生父。烦请李大哥帮我查查，这玉究竟是何人的。青洛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这块玉佩是七年前从叶王府失窃的，且是在你怀上楠楠之前，故玉佩并不能证明叶修独与楠楠之间的父子关系。于青洛，既然你已落入我手，我叶修独此生都不会再放手了。是谁惹我们青洛如此不开心？告诉本君，本君替你出头。方才李子凡与你说了些什么？你还记得他吗？这不是七年前叶家丢失的玉佩吗？怎么会在你手中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块玉佩是我七年前大难不死唯一留下来的信物。本以为这是寻找楠楠亲生父亲的重要线索。所以你因为这块玉佩而误认为我是楠楠的父亲？只是误会一场。的确是误会。即便我不是楠楠的亲生父亲，那又如何？Thank you.
所以说，你之前表现出的那些感情，全都是逢场作戏。突发事件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其实你心中早就已经有答案了，不是吗？你以为躲在这里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恰恰相反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你冷静下来给我的答案。没错，够清楚了吧？不辞而别，这就是你的一贯作风吗？那我现在就亲口。叶修图，哎，你干嘛？等了这么久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先带你去个地方，或许你的答案会不一样。不是，哎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你慢点，慢点，放我下来！这薄荷、木贼草，行啊，种类够多的呀，啊，这里是落叶院，你我楠楠将来要住的地方。这间房间呢，是落叶院里的专属药房。本来想要等你给我答案之后再给你个惊喜，今天特意带你来参观一下。你看到的这些草药，不过只是冰山一角，屋外种植的草药更是不计其数。准确点说，比你当初在药王岛见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样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制药需求。还有，我知道你害怕雷声，我已命人在落叶院的所有房间都贴满了隔音的窗纸。对面那间就是我们的婚房。啊，我们婚房对侧一排便是楠楠的房间，不仅有卧室、书房、兵器库、练功房，最关键的是离善堂也近。到时我会请京城最好的厨子，天天给楠楠做香酥鸡。要不，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婚房。谁说要嫁给你了？对了，之前你那块喜闹枝头玉佩碎了，我命欧大师重新打造了一块一模一样的，送给你护身。玉佩并不能证明叶修毒与楠楠之间的父子关系。我虽然很喜欢徒弟，但我不是玉阳君的儿子，我不想再被同学笑话，我只要自己的爹爹。这玉佩还是原配的最合适。都是付出了相同的心血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只是暂时的，时间久了便会产生问题，人心也一样。这不过都是借口罢了。我想告诉你，就算如此，我也能够照顾好你和楠楠，胜过他的亲生父亲。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所以，我们之间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没错，正是因为
我误以为你是楠楠的生父，所以才会承认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既然事实已经是这样，我和你只能分道扬镳。